送你回家。我不需要。哎，你又要干什么？哎呦，我记得某个人的照片在我手机里，不知道不小心发出了怎么办？你怎么样？怕我吃了你不成？谁怕谁啊？你这次准备删照片了？我想你误会了，我只是送你回家，没说要删照片。你还是那句话，想要我删照片，做我的女人。没门儿！停车。不行。你再不停车，我就跳车了啊！想我做你的女人？下辈子吧，再见。哦，还是再不见。我们这么有缘，肯定会再见的。哎，斌哥，你是在等我吗？对啊。后天晚上想请你去看电影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？当然了。那我后天晚上来接你。